动现场吗？轻微交通事故可以：一、没人受伤；二、车损轻微；三、双方当事人同意。可迅速拍照或录影搜证后移至到安全处所。移动现场保险会不理赔吗？并不会。一、移至道路间、交流道或者直接到国道各分队报案。二、员警会制作交通事故笔录，拍个车的车损照片后呈案。三、保险公司有理赔需求可以来查询。四、照医有异议可申请鉴定。